你是买这个做什么？画面不是好的。赵晨就是随口一说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都跟你说了，我们两个好好过日子是最重要的。怎么，没有戒指就不是夫妻了？老实说，这得不少钱吧？你哪来的这些钱呀？刚得到上级指示，我们是将全体迁往台湾，准备明年反攻大陆。什么时候走？三天后。Monster rally in Shanghai celebrates communism's greatest victory since the coup in Czechoslovakia. 5 months ago, the troops of Mao Zedong marched into Shanghai unopposed. That victory was... 有的老兵自己走路已经很困难了，是由别人背着抬着返乡探亲的，还有的老兵辗转各种交通工具回到家乡后，才发现亲人已经离世，天人永隔。对不起，打扰一下。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旋风，就是以前住在里面那位女士。你是说旋风姐吧？她搬走很久了。好歹你问的是我，你要是问那些年轻人，他们还不知道是谁呢。谢谢。看你这装扮，从台湾回来的吧？你是旋风的哥哥吗？对，没听说旋风有这么一个。还有，你就在那别动了。喂。
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我也不是第一次没找到他们了。这段时间麻烦你们了，谢谢啊。真的，真的。喂，您好，啊，请问是太公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我们这边是上海的学生，然后我们在网上看见您想回大陆探亲的帖子，嗯，就想问一下，您方便提供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吗？我们可以尝试帮您联系一下您的妻子。哦，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。Hello，Hello， 我是小西。Hello，Hello， 我是小鹿。我们今天呢要去接太公了，太公就在前面，所以说让我们去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吧。这都五分钟了，太公怎么还没出来？乘坐 ZA1732次航班。你好，你就是太公吧？嗯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就是跟您联系过的学生。好，那您跟我这边走吧。好好好。太公已经和学生奶奶联系上了，也找他们现在的住址了。然后我们约的是明天下午就见面了，等。谢谢。走吧，太公。外面有点冷，你小心。太公吧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我妈听着我今天来啊，今天早上又是买菜又是拖地的，现在还在厨房里做饭呢。您坐，我先去叫她。哎，怎么把你们俩给忘了？桌上都有吃的，你们就自己吃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女儿。这是炫风的女儿。孙子挺棒的。哎，是啊，只是有时候有些淘气，像猴一样的。哎，您的家人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？是身体不好吗？是啊，年纪大了，哪也去不了。这个，他让我多拍点东西给他，他没来过大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上菜了上菜了。我们家大人都工作忙，小孩呢又都在寄宿学校，平常家里只有我跟我妈两个人，今天多亏你们来了，家里才热闹些。是，我都感觉像在过年一样了，奶奶做的这一大桌子菜呀，既好吃又有我奶奶做的味道。嗯，孩子来，看你姑娘家家的这么瘦，奶奶赶明风一吹啊你就倒了，多吃点哈。嗨，谢谢奶奶。我哪瘦呀，你看我的腰都快赶上小区门口那棵老树了。你多吃点。好啊。阿泰，我还不胖呀，我的腰都快赶上这棵树了，等你回来都不要我了。唱歌
亲，狼牙嘎白粮食一条心。现在是几点啊？现在是2:58，这里有一只死鱼。我这个好软啊，真的。Hey, hey, set me free. Stupid Cupid, you're a real mean guy. I got a clip of me so you can fly. I'm in love, but it's a crying shame. And I know that you're the one to blame. Hey, hey, set me free. Stupid Cupid, stop picking on me.